我没了，我没了。这是懦弱的表现。人一定要有梦想。众所周知，从小到大我被小学同学称之为蝴蝶杀手。好，这个板子我玩它十个小时，好吧，起码两分钟可以吧，兄弟们。好，看上去教科书般的。哇，过分，我过分了，我过分了。空刀，空刀，关你妈。自食恶果。哎呦，自食恶果，好吧，我们给他交谊舞，你知道吧？快乐交流，兄弟们，实力交流，兄弟们，太强了！喊人吧，你要不喊人，喊人来还不一定能把我杀掉，喊个人吧，好不好，兄弟？求你了，喊个人吧。嘿嘿嘿，就这点实力吗？就这，我靠！别，哥，给点空刀，空刀。咬人啦，这个人，喊个人吧，好不好，兄弟？求你了，喊个人吧。喊人来还不一定能把我杀掉。骗一刀切五刀，不然我吃了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哎呦，本来是撞加板的，我吐了，完了，就是没机子，就是在白给。这弗瑞斯，我撞了，我很恐怖的。魔石没事，魔石有一台。输了呀，没人打了，打啥呀，没得打，没了，这就打不了了，这怎么打呀，差两台了现在。哦，那台87遗产，那台那也没用，那也没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可以，需要一波红分白给这一波天下空了，真的来机会了，兄弟们，真有机会，只要这一波空了。哟，可以，那可以了呀，够了呀，机子。因为他这波这样空了，意味着这追的人远离了我们圣诞树这两台密码机，对不对？如果他镜像准了，他会挂回来的。那现在镜像空了一波，下一波镜像他挂不回来的，密码机肯定够。哎，这里可以冒风险，这里可以冒风险点这台。因为他的技能闪现，他是有技能的啊，记住。可以，再给他压力，有机会三跑，有机会三跑，快回来，过门，这里门啊，没镜像的呀，你跟着估就可以了。Nice。 好，天秀，兄弟们，完了，他要去捡尸，捡先知的尸，我靠！哎，叫自己了，有鸟吗？再补一波撞，对我开车可以走。哎，不追我，卡我了，卡我了，卡我了。哦，他
他发现不对了，发现不对劲了，发现哇这个球风，哎，又不追我，哎呦，瞧不起谁呢？不能瞧不起自己啊，一定要过来追死我呀！我这么欠，兄弟们，我直播间的人看着我都想揍我，何况是你，是不是？交互撞，呵呵呵，到这个速闪烦了，开车开车，这对，哇操，我真的是拿命保队友，兄弟们，哇，我拿命在保队友，我把伞，我把它，哎呦，这个撞不了了，哦吼。空刀 ，nice！ 呜、哦！不是，我觉得我真的能翻过去，怎么就震慑了呀？我靠，我还长草了，干嘛了？干嘛了？我天哪！我靠 ！I need you help, come on, man！ 哦吼！我来！哎，我吐。